姐，老夫。 我头一次见你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怎么会有这么傲慢无礼的小姑娘呢？头一次，是在天宫你送了我一袋星辉的那次吗？那时我可是大姑娘了。其实早在那之前，我就见过你了，你怕是不记得了。很多年前，白芷天后在梧桐岛举办群花宴，我也受邀出席，你随你父王一同参宴。 你那时就认识我啦。那时我还太小了，心里也不高，没有人在意我。明明是个小丫头，却比谁都要强。天后身边的侍从怠慢了孔雀王，还被你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吧？你瞧见了？我年少时鲁莽，在天宫闯祸，惊动了天后。若不是天地大度， 只怕我孔雀一族都要受天后训诫。不然呢？你以为天帝怎么会及时赶到？我是看你可怜兮兮，都快哭鼻子了，才悄悄的央了天帝过来救你。淑儿。 我从来没有想过，有一天你会成为我的妻子。如今想来，那个时候就能遇见你，真是再好不过了。是啊，再好不过了。哎，你说以后我们的孩子会是孔雀族，还是龙族啊？我希望是龙族，在一等仙门出身，便不必再承受那么多的冷眼。 只要是你的孩子，我们的孩子就都好。我会用尽我的所有去爱护他、养育他。淑儿，从前是我没有能力去维护你，但从今往后，你身上所有的重担，我都会和你一起挑的。 Thank you.
华叔公主和蓝风帝君真是一对璧人啊。那是天作之合。参见华叔公主。帝君怎么迟迟未到啊？该不会有什么变故吧？帝君那是太开心了，还在准备呢。快去凌雨殿，花兰峰帝君来举行大婚。是，我立马就去。凌雨殿出事情了，玉凤，走，快！蓝凤，帝君，蓝凤，帝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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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蓝凤。你告诉我你怎么了好不好啊？